老板还记得我不啦？记得呀。上次找你拿了几台工作机的，我今天又来找你拿工作机来了。还要上回那种便宜的几百块钱的？是要几百块钱的，但我不要上次的那种了，因为上次那种的话，我直播违规都被封了，不让用了。怎么违规被封了？对，我这次我也要几百块钱的，但我这次要华为荣耀系列的几百块钱的。荣耀的？对。那得找点那种老款的。这回要多少台？20台。要20台啊？对，你能帮我找一下不？那我下午去市场给你看一看吧。行，现在过来哈，特意跑淮南美这边来，大晚上的，准备给那美女找那个工作机，要20台。来这边那个工作室找这边淮南美的老板。说你这土豪啊，这边都是小米的。然后这边是华为的，可以搞一搞。明天好。测过了吗？这种。哎呀妈，你我这么低点，不要来点啊？啊？哎，这种测没测过？测过了。确定吗？嗯。喂。我给机器给你拿完了哈，然后也给你测好了，你给看一下，20台，这个荣耀这个9i，然后你之前跟你说的这个64G 的，然后这有挺多，这个有几台没有了，凑的是这个128G 的，然后不给你加钱了，没有几台，对，谢谢，对。那这个机器能用？那我之前那些机器，老板你还收不收了？之前那种呢，你要用不了你就拿回来呗，我给你收了呗，要留着没用。那现在收的话价格得啥样啊？那你拿回来再说吧，那个肯定是比你买的时候要便宜点是吧，要不然的话没啥必要收。行，老板等我给你带来吧，我有几次台呢。行。